没有幻想，没有身高，我是一口文字的小小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地亲孩子，这是我刚来直播时唱的歌。那个时候说话还不清楚，现在听咋样？是不是感觉比以前好一点？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红肠，可好吃了。这个昨天中午饿了吃一个呢。这个是上上问的，里面都是肉，是肉的。哈尔滨红肠这个牌子出名，大家都喜欢吃小黄车，直接下单就行。每天这个开个单子，然后自己选址一下，然后再发出去。这一天还挺忙活的，过得还挺充实的。这样挺好的，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不说了，点击视频去。感谢大家关注啊，拜拜。